您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即时新闻现场，带您关心新冠疫情趋缓，全国微解封，从7月13号开始，但现在却是乱象四起。屏东县政府在昨天原本要顺时钟宣布相关的管理措施，是依中央指引来办理，但隔不到24小时，现在大逆转，刚刚又紧急宣布屏东县的餐饮业只能外带，还是禁止内用。而潘孟安县长也向餐饮业朋友致歉，他说对不起，请再忍一下。其实，在从